近期，婆婆和妈妈二正曝光杜淳陪老婆产检剧照。杜淳第一次陪老婆王灿挺孕肚做产检，王灿囊肿变大，担心宝宝健康，情绪波动大到痛哭。杜淳轻轻拍老婆的手，暖心安抚。同时，杜淳看宝宝 B 超照，眼里满是父爱。此前，杜淳在某综艺节目中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宣布了妻子王灿怀孕的消息，并正式官宣当爸。他表示：“我是演员杜淳，现在升为了一名老公，然后也即将在不久的将来升职为一名父亲，恭喜淳哥喜提新身份。”节目中杜淳妻子王灿的孕肚明显，看起来似乎已经怀孕一段时间了。据悉2019年6月，杜淳曾被拍到与一女子深夜看电影，疑似恋情曝光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该女子是杜淳女友，是圈外人，两人已经同居5-6年。1月1日，杜淳晒出结婚证，官宣与女友结婚。